你怎样节约用水？我们为什么要节约用水？世界上许多人没有干净的水，他们要去远的地方喝水。我们想节约用水，因为干净的水已经不多了。水果和蔬菜的生长也需要水。所以我们节约用水，这样食物才能生长。节约用水可以让我们用更多的水，也会少交一点水费。我们怎样才能节约用水？下面是一些可以节约用水的方法。用完水，就把水龙头关掉，比如你可以在刷牙或者刮胡子的时候把水龙头关掉。你每天洗澡的时候，别花很长的时间，这样也不会用很多水。你渴的时候，你就喝水龙头里的水，别买瓶装水。如果马桶或者水龙头漏了，请告诉大人帮你修。不要浪费你用过的水，用它来做别的事情。只有在草坪需要浇水的时候才浇水。如果你用这些方法会节约很多水，你可以从家里开始节约用水，谢谢。